你说我是保安，我就是保安。你说我不是，我这怎么节奏都是你呀、啊，大哥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的直播，我直播一两个小时去，全都是什么自首什么我诈骗，我什么时候诈骗了呀？你反正是纯的。哎，不是。你是什么主播？请问你是什么主播？哦。我、哦、啊，我没犯法呀，我呀，我就直播，您跟那个女生连那个连麦的，就是就那个就我就你女生连麦的这个怎么。怎么了？那个警官，领导，警官，哎，我刚才不知道，我这个真不知道，我发誓我没有骗人，我治什么手？我想问一下。好，我们是做反诈宣传的，刚才可能也。就是呢，就是很惊讶啊！你是保安呢，你还是警察呢？无所谓啊。嗯，保安也好，警察也好，只要我们做的是一个 啊真正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事儿，就挺好。哦、我们啊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学会防范，避免上当受骗。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成为重点难点，主要原因是我们老百姓还不懂。行，这个，哎呀，嗯，哎呀妈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吓死我了，我操！你懂不懂？你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了没有？下载，我信。不是，我这嘴疼，哎呀，嘴抽筋了，刚才。不好意思。我刚刚打了一个哈欠，哦，那个小王的现场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困了？哈欠，滚开了！那这个我看看，这个灯，兄弟们，你们开这灯行吗？你们觉得？我开着吗？开着的吗？哦，哎，关了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别亮了，关了吧。嗯，我的妈，怎么这么暗了啊？是的呀，有点暗了。对，太暗了，开开吧，开开吧，老妹，不好意思啊，开开吧。啊，好嘞，老妹，可以，我知道可以。你是用的什么特效吗？没有啊。这样吧，你是一名舞蹈主播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舞蹈主播。这个人说实话，这个人不喜欢看，不喜欢你卖，不是他不敢教我，不是，这样吧，兄弟，好吧，这样跳首歌，你跳个舞，给兄弟们看，我看你这个舞蹈，咦，会跳的，这样吧，跳，我对舞蹈不感兴趣，兄弟们放心啊，好嘞，不要有变，好嘞，这样让别人也学你，好嘞。小杨哥二人正在推荐某品牌香蕉，可当他们打开快递包装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我现在没有怎么卖过这么好的香蕉。看见发黑的香蕉，小杨哥二人极力掩饰内心的慌张，开始跟直播间的观众拉扯，而且马上解释了香蕉变黑的原因。我们刚刚拿错了一个啊，你看，这个就已经是不是拿错的？是吧，它这个颜色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它这个颜色它里面它外表是这样，它里面就是圣黄的，知道吧？算来这么大的香蕉，你看它都是这个颜色，你看啊，看黄黄的。为了继续带货，小杨哥剥开香蕉的皮开始向大家展示，没想到直接翻车。哎，你尝一下，你吃尝一下。对，它这个可能就是，你看是不是好的那个，把这个品牌方啊给他拉黑，知道吧？是的，给他拉黑啊，直接拉黑。
接连两次卖水果翻车后，小杨哥吸取教训，开始卖起了苹果。只是这波反向带货，估计品牌方都连夜扛着苹果跑了。哎呦，你就看这个水吃水，你肯定有这个。你看啊，这个是苹果，你看真的啊，这个苹果是。这个苹果肯定是有好的，对对，你看，它都因为我放时间久了，你看啊，它放了一个星期，你看是吧？对，你看啊，对，你看这个苹果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苹果，是吧？哎，离婚，你怎么回说话？你搁这呀？好，来，媳妇，我去，盘点小杨哥直播带货爆笑名场面。我求你们了，我卖个货能不能让我问点好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不是纸巾，是那个司机，知道吗？我看到真人家的问题了，能擦屁股吗？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这可以的啊，这个问题非常好。能灭火吗？哎呀，用了痔疮会好吗，兄弟？我这样跟你说，你什么问题？你知道好多人买了我的东西之后回去，他确实去用痔疮用了，结果一用。15000他的痔疮还在，他过来给我差评。我卖的那个大刀肉那个辣条，有人评论什么？买过去评论什么？我抹在痔疮上怎么这么疼？你这个对我的心声，对我的这个打击很大，打击很大，我求你们了，兄弟们。这个是奶酪味的面包。嫂子什么时候离婚？你怎么回说话？你搁这呀？好，来，媳妇，我去。他们一直在群里洗我，受不了了。对呀，嫂子，你大哥，嫂子要孩子吗？那是我说了算，那是他说了算啊。嫂子要不要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毛关系？听说谈了5年都没孩子。你这胡说八道！像大杨哥不行，我来。哎呀，你说，这个说。那个啊，这个品牌方啊，给他拉黑，知道吧？给他拉黑啊，直接拉黑啊，直接拉黑。这明显这个人就是搞事的，过来搞我的，知道吗？那个香蕉剥开那个颜色，我的妈！我先看看啊，有的你们买回来是青的，你们放几天它就黄了啊，黄了就特别甜了。不是，我这个香蕉对，特别软和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对啊，真的金全。我可以这么说，现在没有什么卖过这么好的香蕉。是吗？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香蕉，这个不是我卖的，这个你肯定拿错了，兄弟，我们刚才拿错了一个啊，你看，这个就已经是不是拿错的？这个是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对，这个香蕉啊，对，我说实话，我们，你想想啊，这个香蕉不是，你看，这个从国外运过来，它肯定要经历个2-3周。是吧？它这个颜色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它这个颜色，但它里面，对它外表是这样，它里面就是顺滑的，你知道吧？就算，哎，那我这剥开就这样。来，你看，你先看这边，你看香蕉多大？对，来，这么大香蕉，你看它都是这个颜色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看，看看，黄黄的，坏了吗？没有吧？是吧？你看哪里坏了？再讲，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它这个香蕉啊是这个颜色，但是它吃起来不是坏的。他看啊，就是看起来是好的 啊，看起来是坏的，吃起来就不坏。你尝尝一下，你吃尝一下。对，他这个可能就是，你看是不是好的？那个啊，这个品牌方啊，给他拉黑，知道吧？给他拉黑啊，直接拉黑啊，直接拉黑。这明显这个人就是搞事的，过来搞我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人明显就让我上新闻。试用一下，我大哥。女生的内裤啊，你搞什么呀？上门安装嘛，你买回去你自己穿。500斤能穿吗，兄弟？有这个号的，有的号的，不行，问下商家。那500斤能穿吗？那震撼了，来不来？500斤穿不了啊，可以套头上吗？你套头上干嘛？你套头上，你就是变态。有什么味道？上面那个是毛吗？这不是，这是蝴蝶结啊。男生能穿吗？可以买个奶。有二手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直接用完给你用，可以带回家吗？你这是想什么呢？你怎么可能有二手的呢？能当姨妈巾怎么可能呢？能穿在外面吗？凭干嘛要当超人啊？哦，可以当口罩。拿内裤当口罩，你疯了吗？穿久了要不要洗？那个，我的妈！日用还是夜用？你内裤都分日夜用夜用了呀？防弹幕。
你保修嘛，防漏嘛？什么防漏？这不是纸尿裤里面的麦粒，你从哪来那么多问题嘞 ？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螺蛳粉，你这有这么臭吗？哎我操！听着，他这个臭味啊！你看这，这要翻车了，你这要卖货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要忍，要忍。你要去，我现在都从口呼吸，你知道吧？不吃螺蛳粉，这太臭了，我吃不下去，兄弟们，也吃不下去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不吃一口不买。听兄弟们的，对，好吃，不是可以，是非常好吃，闻起来很臭啊，吃起来肮香，闻起来肮臭。螺蛳粉不是说它跟螺里面有螺丝，不是说什么牛肉面里面有牛肉，对不对？送螺丝刀吗？没螺丝，没有螺丝。螺蛳粉的意思不是里面有螺丝，他说的螺丝是那田里面长了那个螺丝，你们没见过吗？有屎吗？没有，没屎怎么会、没屎怎么会臭？那大哥臭豆腐会臭吗？你说实话，像不像屎味？光不爱了，兄弟啊，来下一个来。来过来，我把鸡蛋打上去，不用油，一吹，就是说你们看啊，不粘锅，对，鸡蛋打进去了，不用吹啊，不用油啊，看这个锅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一会儿做个实验，我把这个鸡蛋打进去，别怎么冒烟了呀，你上面有油啊，因为上面有一点点油，煎好了啊，煎好了吧，对吧？你来马上一吹。